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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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领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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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领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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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率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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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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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领域，领域，领域。领域。对不起，没有身份证是不能领汇款的。对不起，没有身份证是不能领汇款的。对不起，没有身份证是不能领汇款的。对不起。没有身份证是不能领汇款的。要不断留心你那医学科领域内的新观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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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领了圣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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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已领驾驶执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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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昨晚我领居家着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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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固定收入的领养老金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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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